炮声一响，新兵战士冲锋前进，新版军旅人生退无可退。攻击前进！我四个月变一年了，我刚好又是1994年1月1日出生的。威胁情势难以缓解，训练没有最硬，只有更硬。在战场上面，他们没有犯错的空间。议政改革牵动后备战力，务实备战方能取战。请锁定 TVBS 新闻台《大兵日记》国安防护盾特别报道。